请你抽烟。谢谢你帮我送快递啊。哎，哎，聊会儿。你是主持人吗？是啊。主持婚礼的。我长得这么没有公信力，谁会请我主持婚礼啊？我可以请你啊，我结婚你可以来主持啊。你接吗？不接。那你是什么主持人？热线节目。你就是那种在广播里面给人家指点迷津的人生导师。没有人只想被指导，就是拿我们寻开心的。Thank you.